Read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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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这节吼，请王明哲先生来甲咱教一挂伊的真精彩、优美的这个歌曲。啊，咱大家拢唱过伊的歌，啊，但是真侪人唔捌见过伊，我今日也是第一遍啊见过伊安尼吼。我真爱唱伊迄张《海洋国家》。吼、哦，啊，头先咱这个头先咧播上迄个音乐，改成是迄、那个啊独立五十档嘛吼、哦。你讲苏明先生，迄、那个精神啊呢，啊，听了嘛令人感动。啊，今仔日时间足宝贵，咱个时间就交予咱的王明哲先生，大家鼓掌，加伊吼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啊，非常感谢呢，咱这个台湾民间歌哦，这创办人。因之声吼，新拜吼，伊受到邀请吼，啊，我感觉我真幸运，嘛真欢喜。啊，其实呢，甲我联络是蔡明华吼，因为我去美国去巡回表演的时阵，拢住伫伊遐。伊是一个真成功的企业家，啊，非常谦卑的一个人，啊，而且为台湾呢，真出尽出力，啊，我真敬佩，吼。啊，尤其在座嘛是相共，我相信大家都是因为希望台湾会当较好，会当解决台湾内部的问题。那如果这个路会当救台湾，咱为什么要来放弃掉呢？啊，其实阮六十年来奋斗打拼到今仔日，哪敢也看袂到迄个光。所以今仔这個林志升吼，伊有伫讲台湾的出路。有可能救台湾的一条路，啊，所以我嘛真钦佩吼，就讲只要为台湾好，会当找出一条生路，咱千万唔得当放弃。阿麦阿未做先得当休定吼，我感觉讲台湾那间拢有这个问题，啊，迄个无效啦，迄、那个无效啦，讲讲的大家拢无信心去，其实拢对，只要为台湾做，拢是对的。啊，当然我是将近差不多将近三十年，对一个完全是无知的、一个真平凡的人，甲了解到呢历史、台湾的社会结构无正义、无公平，啊，其实斗阵嘛真久啦，吼、哦。甚至于伫戒严时代，我着去接受思想训练吼，准备要武革命吼，吼、哦。虾米讲起来，实在苏明学生的戒严时代掠着拢爱斩头的吼，思想的革命。对我人生观真大冲击，规个大体个规拢改变。人毋是讲家己好就好，咱希望即个土地，吼、哦，咱后一代有较好个环境，较有尊严、较自由，这是咱要追求个。干那讲要解决人个问题，就是要有公平、要有正义。其实即个工程真庞大，要真济人个觉醒共同。来推动来做到可能成功，绝对不是少数人。啊，当然先知思想家就是去发掘这个问题，去找这个证据，找这个理由，要怎么来做？吼、哦，这就是思想家在做的物件。啊，真侪人因为受到这款的思想的影响，愿意投入共同来完成这个工程。啊，其实我这几年来我真平静啦，吼、哦，就讲因为参与真久。人有当下面对着现实甲理想的问题，所以我这内底嘛真有一阵挣扎啦吼。啊，毕竟因为我本来是伫做化工的，无到尾啊吼，变作讲有哪家己问题真多啦吼。啊，我家己真清楚，我会当做啥物工作，适当我做，我的趣味，我找我一个位置来做，吼、哦，每一样找一个正道位置来做。啊，我过去当然理想嘛真侪讲，毋过做袂到。吼、哦，有当啊，愈讲心愈虚，你家己自身的难保，佮讲甲要救天下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实际上，尾仔我家己反省，讲我做我家己就好，旁人看感觉安怎我无管，我要将我人生啊用音乐的形态来记录落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今日咪介绍歌曲，就是甲这个土地有关系。过去我所写的歌，充满迄个对抗性，内底。充满着迄个革命色彩，你过去就是言论思想受到严重的这个控制，所以去歌谣迄阵的所写歌曲就是拢对抗性的。但是渐渐台湾就是讲
有较开放，吼、哦，思想言论，吼、哦，啊，茫大鸣大放，吼、哦，啊，渐渐就是讲会当用较文明的方式来处理，吼、哦，所以说选举，吼、哦，啊，当选举是一个真好的方式，但是即款的选举内底有真侪问题，拢无处理，安尼敢毋起个公平性，当然无，绝对无可能，啊，所以即款的选举吼、哦，可能是予台湾问题更加恶化，做问题呢，做运动的人愈歹做。啊，我无必讲遐深的物件吼。今仔日真欢喜来遮，就是介绍我这几年来所写的作品。其实我写的作品真宽，包括中国音乐我嘛写啦吼。啊，每种的曲风，我拢咪用无同款的角度来讲台湾，咪讲台湾的故事。其实我有一个相信的专辑在进行，因为我过去用定位就是写政治的，吼，其实这是唔对。其实我文学的作品写真多，是无接触的拢政治性的，较社会运动的。啊，所以我今仔日就是要讲台湾人小人物的故事，包括我，因为这要唱三暝三日都唱袂了，因为我作品写真多吼，所以我就拄啊简单抽一部分，甲大家分享。头一首曲，我们来介绍叫《美丽佛摩萨》，台湾是一个真美丽的岛屿。讲实在，天公伯是真疼台湾。咱所在有山、有海、有河的所在，就是上水的。哦，大海村啊，住伫山顶岸啊，住海边，迄拢是上贵的。台湾规块山，就是山海拢连做伙。上水的所在，一年四季如春。咱的四季拢是世界第一的，台湾的人才拢是第一的，足济。其实台湾有足济人才，地灵人杰，人才足济。但真可惜，问题出伫政治，出伫即个政府，即个问题若无彻底去处理去解决，哦，好诶人，可能移民美国、加拿大，因为政治问题无处理，无迄个安定感。其实我所知影去美国有足侪足杰出诶人，哦，嘛趁足侪钱诶。很爱台湾，但是不是不爱台湾，但没有安定感，这个问题一直没处理。啊，各位就说我就来介绍美丽佛摩萨，很漂亮的岛屿。美丽佛摩萨，玉山悬悬站在那，海洋四边那么宽，我们的美梦都在这。美丽佛摩萨有祖先留过血汗，代代子孙在这生团，我们的希望都种在这。这个种有较深的体力意义在里面，就是说我的肉体是跟这个，我的灵魂是跟这个土地连做伙，就是每当这落土生根，这生团我搁要延续嘞，生死是跟这个土地连做，所以我是希望种在这。青翠的山脉，白云来做伴，花蕊开遍满山岭。海鸟的叫声，亲像土地的呼唤，声声钻入阮心肝。美丽佛摩萨，太平洋的顶塔，阮的心永远坚定向伫遮，这是阮美丽国家。当然，这个美丽国家，这个梦，这是还无完成。啊，我先来唱一首《美丽佛摩萨》。
作伴，花蕊开遍满山岭，海鸟的叫声，亲像土地的呼唤，声声钻入阮心肝。永远坚定向你这，这是阮的美丽国家。永远坚定向你这，这是阮的美丽国家。第二首其实也在写台湾啦吼，这首曲叫做《白兰花》，其实白兰花就是台湾人，吼，我是用这个较文学的角度来解说这个民族，吼。咱说，但是白兰花呢，这是野生的百合，百合有一个特性，一头一年未开花，哦，高大需要，第二年佫发出来开一蕊，高大需要，佫再发出来开两蕊。今仔日，吼、哦，这个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，吼、哦，啊，实际上是借鉴台湾人的血甲目屎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是用这个
吼、哦，较文学个角度去解说即个物件呢，就是即个民族性。哦，白兰花其实就是台湾人啦，吼、哦。兰花生在深山哪来？无人伫看过，自己生根，自己发酵，自己芬芳。忍受雨水，受尽冷风，踮在深山中，悠然开出美丽可爱笑容。白兰花，白兰花，花蕊开甲满满是，毋惊冷风，毋惊霜冻，定根就芳中。春夏秋冬，花开花谢，在阮的故乡。啊，其实这根本就是讲生台湾人，生伫台湾，死嘛咪死在台湾啦吼。花开花谢，在阮的故乡。OK。
这首是叫做《白兰花》吼、哦。第三首呢，是我最近上新的作品啦吼，因为也伫制作中吼，所以先甲大家分享。这首曲呢，是因为有一个牛爵士吼，有一个乡亲，我大概两三年前有接受着美国东洋会邀请吼。去美国去做巡回演唱，大概将近两个月时间啦吼。海外乡亲真热情，其实无爱花倒转来，一直安排。其实本来安排吼是两礼拜啦，不过两个月还阁无要放我倒来就对啦吼。逐场都爆满吼。乡亲讲，即几年来真少办的活动，人遮热的吼。所以我去啊呢，受到真侪乡亲的照顾。其中有一位叫做王伯农啦吼，伊住伫纽泽西，因太太讲真爱我诗歌，方菲菲有一条主拍曲是我写的，伊讲伊非常爱迄条思念之歌，伊当特我的歌谱，我讲伊要学一条歌，其实我毋捌伫留迄款物件，人也特我着互人啦吼，我讲好啊，无我着顶台咧写吼，对我来讲差十几分钟着好写物件，我着传真过美国互伊。好，伊足欢喜，阁有收着安。这个公仔寄一张千块美金过来，我吼，互我足歹势，十分钟的物件吼，总寄一千块美金，所以我真感动啦，当然这一条鼓励啦。我有当讲，我有即马有一块专辑吼，伫进行吼，因为我过去拢互感觉讲拢伫写政治的吼，我即个美公文啊，我袂讲政治。我们讲台湾人小人物的故事，规块专辑拢伫讲台湾人的故事安尼，听啊真欢喜。但是伊头建议王老师，其实你的作品我海外真喜欢，尤其你伫写甲土地有关系，情况我特别爱。你上起码一定爱插一首好无？因为我安尼讲，所以讲好，无我甲写一条，所有专辑内底唯一条甲较无同款的安尼。因为我算知影伫海外呢。姐姐，你关心台湾前途啊？真侪拢是教会人，吼、长老教会。所以我就一个想法讲，我就用这个上帝观点，明仔甲台湾做一个结合。所以我写一首曲，叫做《荣耀的日光》，荣耀的日光，在东方的太平洋，有一个岛屿。伊个名叫做台湾，青翠个山脉，蓝色个海，迄是上帝上水个恩赐。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土地。勤奋个人民，善良温顺，哪像上帝荣耀个日光。伫东方个太平洋，有一个岛屿，伊个名叫做台湾。鸟语花香，海上的花园，那是上帝上水的恩赐。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土地。一代传一代，永永世世，阮要荣耀上帝日光。阮要感谢，恩赐阮美丽土地。阮要感谢，阮要荣耀上帝日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在东方太平洋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那是上帝上水的恩赐，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的土地。
勤奋的人民善良温顺，那像上帝荣耀的日光，在东方太平洋有一个岛屿，伊的名叫做台湾。鸟语我向海上的花园，那是上帝上水感谢天地，感谢上帝，予阮美丽的土地，一代传一代，永永世世，阮要荣耀上帝。阮要感谢你，阮赐阮美丽的土地。啦啦啦啦啦，阮要感谢你，阮要荣耀上帝的日光。因为那好真大吼，我是足怀念台湾的过去啦，吼，这个文明的进步吼，唔知是好是歹吼，愈开发。是愈破坏哦。过去的台湾人甲人之间真有人情味，尤其阮住伫庄家，真有厝边老口多老汉钱，街头分甲街尾，逐户都摕一寡去分，然后善良人会摕一寡米去互因。人甲人之间真有迄个人的气氛啦。但是即卖呢？各项在进步，吼、哦，但是人甲人迄、那个感情愈来愈薄弱啦，吼、哦。人甲人敢那是利害关系尔。讲起来吼、哦，是好是歹，每人境界无同款。我是真怀念过去的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喜欢来农村的生活。
下面我们来介绍一首，就是写过去的台湾。阮有一个梦，啊，我就直接唱，我就无爱解释，因为歌词恁听得足清楚。
啊，班先吼，我拄啊吼，有一个迄个移调器无扎出来吼，哎，现在有。我才因这个吉他是在我朋友借，我这一条线我来钓一条，我那无这个物件吼，因为迄个调性是一款特殊的单法吼，若无这个物件，我就无法度表演去收曲啊吼。啊好，刚才吼，所以我等一下我来介绍一首真感动的一首诗啦。下面吼，当我面来讲台湾小人物的故事，其实感动的物件往往拢唔是大人物吼。真正感动，其实是拢小人物的故事啦吼。啊，我下面想要来介绍这首呢，是发生伫家己。有一年，我有一个文艺营吼，邀请我去讲这个民谣创作。啊，其中有一个学员啊来提首诗话，伊讲老师，我有一首诗唔知怎谱曲袂？哦，伊是研究文学的啦，吼、哦，其实二十几岁的囡仔尔。但是我看这诗写得非常好，是伫写讲因阿嬷呢，少年的时阵有一段罗曼史啦，吼、哦，伊初恋，伊爱人是一个讨海，有一天呢，伊爱人出海去掠鱼，结果发生事故，伊爱人的尸体全无去，啊，所以一直到一当今呢，阿嬷呢将少年思想拉去海边啊。该讲的话，啊已经讲尽啊，目屎啊已经干了，年纪啊已经老了。但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感情，一直伫个心内吼，无多放袂记，洗袂掉。这首诗叫做《阿嬷的海墘》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迄一日，海燕起性地。出手将阿嬷的爱扯到海底，阿嬷只是点点坐伫海墘，用目屎参伊心爱人讲话。看某妹双双相对，流过伊的心肝底，一滴一滴寂寞的血，染红了阿嬷的海墘。经过几啊年了后，海风善答阿嬷的话，不过阿嬷知影。总有一天会载着伊思念的竹台啊，参伊心爱的人相会。啊，所以下面我来介绍这首《阿嬷的海墘》。
厝就将阿嬷的爱拆落海底，阿嬷只是点点坐伫海边，用目屎掺伊心爱的人讲话。卡莫梅声声声对，流过伊心肝底，一滴一滴寂寞的花，霓虹阿嬷的海墘，几啊年经过海风先打阿嬷的话，不过阿嬷知影。总有一天会回来海墘，参伊三下面呢，哦，当然。啊，下面我想要来介绍这首呢，这是咧中山大学吼、哦、李宗盼教授吼、哦、所写一首诗啦吼。哦啊，伊时常叫我啉烧酒吼，啊，伊真时常三无事啊，伊就爱听我唱歌。啊，伊讲伊伫尝试伫写诗啦吼，伊讲伊有九兄弟姊妹，爸爸妈妈拢无读册，啊，一世人拢劳动。但是呢，对囡仔教育真重视，吼、哦，一切都是为着囡仔，一切都是为着家庭，吼、哦。啊，到兄弟姊妹内底，有两个摕着博士，七个拢做老师。伊感觉伊的爸爸真伟大，吼、哦。啊，而李宗盼教授呢是到兄弟内底排煞尾，所以呢，做事倒转来拢揽一个煞尾去古迹边啊，解写因故吼，伫个面汤水吼，一个面汤水安尼解写成故。啊，所以回想起来讲，伊爸爸一世人就是拢付出吼、哦，啊，想要回报家己是大人。吼、哦、啊，我听阮爸爸是九十几岁往生去啦，伊伫足怀念讲，细汉的时爸爸吼，拢伫遐成故安尼啦。所以写首诗来纪念伊的父亲，叫做。迄面汤水，啊，当然，迄面汤水呢，是你讲白景前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我迄阵伫扑克的时阵呢，伊连无，伊其实是去生是无爱花啦，伊讲这是私人的吼，讲私人的秘密，去念我听，啊，我听甲真感动，我啊这条我来在扑克，但伊讲伊私人的秘密吼，伊无爱花。吼、哦，无啊，我是人讲好的作品应该互逐个分享吼、哦，所以第三摆，吼、哦，去我也信啦，来叫我说服啦吼、哦，啊，这首诗叫做《去面汤水》啦。哦，去面汤水是你讲白景前吼，一面汤的井水，是每日暗头啊，咱约定的所在，一面汤的水。
咱做伙洗面、柔身躯、甲洗脚。迄面桶的水有你操落去汗，嘛有你对阮的疼。一面桶的清水，佫看到你的形影，点点啊，无声的形影。这面桶的清水是思念的目屎，真思念的目屎。这面桶的水，找无梦中的光，找无你对阮的疼。哦，这是李宗宝教授所写的一首诗啦吼，啊，所以我着下面来介绍一首。即马还袂一点钟啦吼，哦，那一点钟是咱先休困十分钟啊，这样吼，因为我这那有做负担有较大一撮啦。是，
硬到硬到，来，大家请起立。安尼啊，无咱先休十分钟啦，吼，啊，咱继续安尼。啊，今日休困十分钟。